欢迎来到英雄。想玩一把断头台没拿到，那就来把老二吧。他们要打一级团，这把我没点强攻啊，我点的是征服。忘了，不打不打不打。我们提前买埋伏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了。First blood。剑魔没有拿到助攻，我看看他怎么从哪儿走。赢他一波，他打不过我，我有点燃，他没有。我们这里给个眼，看他会不会从这里过，应该是大概率会从这里过来。哎，不会吧？好，学艺，不行，情况不对，拼不过。也不是拼不过，打不死他，没必要。这手易学还挺亏的。赶快升二，攒一点怒气啊！我升二他就不好打了。这个钱不能吃，这钱吃要被他暴打。好，他 Q 用了。没事，好，我现在有优势了，我要二了，一下还手就给点燃，继续继续死。哎，我卡二，他必须得让我再次点燃，他可能没注意，他以为我是 TP。 感谢波多野结衣的飞机，谢谢波多野结衣。他们打野是萨克，我要当心一点，带的点燃还是伤害很高的，现在不跟他打了啊，现在就发育就好。Q 兵，咬住 A 他，走，好，这波没意了，我们小心小丑，走远一点，吃个药，保持满血，还。很谨慎啊！好，小丑在中，我们看到了，那问题不大。这你没法打了，兄弟，没关系，他抓我没有用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抓不死我。这小丑拿什么抓我？打小丑插眼没什么用啊！很好，看到他了啊！这波可以 E 过去 ，Q 一下 ，A 一下 ，W 再 A 一下 ，E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闪出来，这必须得交闪啊！这不交闪的话就被拉进去。这一套连招，他没想到直接把他打死。他绝对没想到能把他打死的。萨克在中啊，我们就再吃一波兵。萨克在中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闪快，速度要快，最后一个兵 ，OK， 六，萨克来不及，啊，来不及，错了，很肥，1500块，第一件装备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出个两个长剑，来个鞋子。先堆一波攻击力，他现在对线没法打了啊！我们两个头，并且带的是点燃，他对线是赢不了我了。现在小丑来帮他也帮不动了，我们有一 v 二的能力了，而且马上要到六，到六了有了终极统治的话，鳄鱼是无敌的啊！前期非常的猛，这个英雄绝对是能够统治上路的。他们没有三个人，我都不会跑的啊！
两个人直接杀。塔皮眼不需要查啊，防一手安妮，安妮不见了，应该是打下的啊，应该是去下路，但我先等一等，确定一下，不要上，不要上，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安妮的位置。好，没事，小丑就行。嗯？哎，这安妮呢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rampage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Hello. OK. Shut down. 这个兵你别吃，吃就是一套。现在我这种站位是非常的霸道的啊，你打没事，你千万不要产生错觉，你觉得能跟我打一把那是不可能的。推了一波，有人来了，这波要小心了，那小心打野了，这波要小心了，小丑来了，你看他，你看、啊、他马上要产生错觉，他觉得哎，这鳄鱼现在血不多，我能跟他打一波啊，不可能的，他只要有这种想法他必死啊，没事你慢慢打啊，没事，错觉来了，错觉，错觉，我操，这萨克的血力不够，哎哎，那小丑的盒子太烦。真的是运气好。抓上。你在开玩笑。感谢温文尔雅的飞机，谢谢。没闪，有闪双杀，我告诉你。OK， 撤。这小丑抓上是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很危险的。刚才我技能给的这个亚托克斯了，不然我秒小丑了。主要小丑后出来的，这个卖的，你懂我意思？很凶，不需要药，要移速，硬吃他。小丑不敢去的。小丑回家了，现在我比他高一等。小丑在下路，不需要药瓶了，我们有吸血。这个上路还是很猥琐的，他稍微的膨胀一点都死了，他基本上不跟我打，他就三十几刀，完全避战。他这盘要做的就是不死，然后靠他队友赢，但是呢我们会利用这个补刀来滚雪球，看看到底是他防守做得好还是我进攻做得好。你想缩在塔下打钱猥琐也是不可以的。这你吃得消，你这波塔你就别守了啊，守你必死。这一套下去我的乖乖，你没了呀兄弟，这哪还给你吃塔钱了，不可能的，你有人在我也得杀。
你看啊，这波我招全交，为什么？因为就防止安妮小丑在这蹲我，知道吧？哎，不跟他多逼逼，你蹲我，我这波也杀。而且我这种出招的话，你即使出来，我也能反打。啊，我速单速决先解决一个，然后有怒气，你来两个追我，我也不怕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么出手，别想着说，哎呀，我们走过去那个不行，不靠谱啊。安妮不在，小丑刚才得咬住一套，一段两段拉开。难受，没血了，他没血了，好，继续塔下压制。感谢独宠大七老徐的飞机，谢谢。塔下照样能把他杀掉，啊，他守不住。安妮在下，不管我了，他们，啊，我们。守不住了，好，给个视野，哈皮这一手，好 ，OK， 再带一波兵，让那个塔把我的小兵吃完。他没办法的，他还不了手的，还手就死了。我上的太高了，我们看好安妮就行，小丑都没事。安妮在前期爆发高啊，小丑应该不敢管他了，小丑在下 ，OK， 那我们就继续。哎，安妮阵亡，萨克在下路。这波塔下可以给他一套，OK， 伤害不够，溜，回家补个装备，他应该不敢出来。他不敢出来。我们做好视野，继续单带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。有点猛，很猥琐，跑了，没有退路了。继续，我把他这个二塔推掉。他在这里，混乱将随后而至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好，没事没事，这安妮来就是送的，这安妮来就是送的。下路我们暂时管不了，这波他守的话我们要强杀了，
安妮来了，安妮来了，我们说一下。别！这波不要出去，这波让队友撤，这波肯定是要被秒的。这打他不对啊，不太利于我们打呀。他们都来了，先把这个拿了，哎，很聪明。然后看一下情况，我肯定要五杀，这波我肯定要五杀，我在勾引，我肯定五杀了，我肯定五杀了，开大招。好的，我五杀了，天降神恶。哎呀，我犹豫了，视野太差。七个人走到一起，我这波犹豫了。该犹豫的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他们艾希有点肥，我主要找不到艾希，我一直在找艾希，后来找到他的时候位置不太好。继续在，赶快推，我来不及啊！我们资源肯定打不了了，这个塔我们带一下。哎，没点爆破，好撤。不能打架啊，打架肯定要被崩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了。没事，抓我不太可能。继续带，我被看到了。六小龙的话可以尝试一波，看看队友，先拉开走位，破败给上走个位，咬住先，我顶一波，看队友怎么说，我等横冲直撞。好好的，切过去 Q 一下一手，没关系，交给队友六博，舒服，宽死了，我咬好了，咬住 AQ， 这边点燃蛮好，就杀安妮，这边都得死，我五杀了。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这个横冲居然没撞到他们，没有触发直撞，很难受。来不及了，把小龙收了吧，逮到，跑得有点快，这个好，我晕塔，没事，我死了，但问题不大，交给你了。OK， 可以，舒服，转。这波还是很赚的啊，这个邓王值了。我们看看是走输出的还是肉一点？肉一点吧。半肉啊，半肉，小龙抽了，行，那我们就继续发育。
继续带。这个时候可以不着急打架了，我们人头落后的。这个艾希上包被我吃了，挺舒服的，600块。这个应该是死了。好，我们拿着一个红，那摸到一个就死一个。单带啊，打团的话现在还没必要，我现在单带的话就很恶心的，他们没有三个人就没有办法守住我。你敢从这走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，两个人又如何，你们在找死，就杀你，横冲直撞，继续 A 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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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推高地舒服。这两个人敢抓我，史前巨鳄很好，这波分带打出了效果啊，他们两个人抓我导致队友4-3，大赚。哎，我仿佛啊，给他封装。还来，这波没打，不调皮，准备大龙，直接打不太好，我出个装备。好，来个秒表，这个爱我们队友在偷龙，好，他被我祝福，不要着急开大，好，开大招，一段两段咬住 A 他，行，这边没事，我顶着，我超肉的 A 他 Q 不放，好的，继续，他没闪了，你还不走，开枪，你风筝我没关系，我猜你枪，你不敢打我吧，打我你就得死，随时好看，怎么你这还想杀我，你想太多了，我们就赖在这里，哎，就赖在这里，来我就跑，哎溜，我就赖在这，你们打龙，你无所谓的，打我不痛。我就勾引他们，我就勾引他们，挠痒痒，我拖他们三个人，人少我就动你们手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三个人无所谓，开大招准备反扑，就杀安妮，好。因为我问题不大，咬住有近身，定一波回口血，红怒有没有？等一手红，我靠，完美 Q， 这，哎，第四条龙收了，好吧，龙魂，
效果起到了呀，是吧？他们杀我，我队友就拿龙吧，我继续单带，我单带下路了，他们再杀我，队友就拿大龙了啊，那我们就赢了。天猫没闪，有闪的话我可能要五杀，可能要四杀，主要是没闪现，我秀不起来，横冲直撞不够秀， CD 太长了。别修喽，在里面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哎，你不过去吗？好，准备大龙了。这还不随便赢啊，四条龙啊。感谢满目皆是他的小飞碟，谢谢大龙吧，点个信号让我队友去啊，我们先去下路卡好位置，这波我有闪的啊，如果他们要再抓我的话，看到人了吓唬他一波，开个大招准备反波，第一想杀我是搞不清楚情况，二转应该都灭了。 OK， 可以，这波死亡值我把他这个艾希给秒了、嗯、很重要、哎、绝对是一个合格的坦克，每次都牺牲自己，大龙吧，这个我们可以那个一起了。嗯，膨胀，别膨胀。放了，这个时候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等一下队友，太弱了。准备大龙，你们去大龙，我这把来个一拖三，看他们敢不敢开我。好，大龙可以搞，可以搞了，可以搞了，他们已经上当了，已经上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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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当了。哎，他们已经上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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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立功。现在反应过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大龙已经收掉了，收掉了，收掉了，嘿嘿嘿，哎，太年轻了，上当喽，请你们跑过去打架，我猜猜，我猜猜，哎，高地全部给你拆掉。让你们打架，好，行 ，OK， 他们赢了也没有用了。追我的话，我可能就要反杀。你们想好了，还追？行，你自己你惹我的，我先假装跑，知道吧？我这是假
你恐怖剑吗？你这等我下一手横冲直撞，丢没做人，六六九，哎，回马枪，哎，哎呦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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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六六六六，嘿嘿，哎呀，非要抓我老二。真的是没吃过亏，没吃过老二的亏。这种装备的暗系打不动。太难受了他们。他们这个太难受了。逮到，啊，不是，龙魂加远古龙加大龙，无所谓，我还有刀的，都。得死，哎去，配合的不错，舒服。